2015年6月23号，我们在五常国中，我们原电科技的 LED 很开心能够跟小恶魔篮球队进行一场趣味三三的比赛。那今天整个流程很顺利，那跟小恶魔，我们所有队员跟小恶魔的队员打成一片，那刚好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又很开心的拿到小恶魔的限量礼物。今天很感谢这个小恶魔，今天几乎是全员出动，然后总共出动了十几个人。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么大的面子，然后希望在这个不久的未来，然后我们也会有其他的队伍能够有机会跟小恶魔再次这个举办这个趣味的三对三，谢谢各位，拜拜。